抓紧时间，今天我就要成为你的第一个女人。一会儿抄完以后，按我说的话办。该留的留，该咬的一律上缴。松手！别动手！咱好商量，好商量，商量商量。商量个屁！你打了？哎呦，你打我，我他妈整死你！真动了感情了哈？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你要是做出出格的事儿，可别怪我。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你说我什么都成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敬请期待未来娱乐台情满四合院。